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是模拟市民四绿洲水。女权沙滩中女权的这个泳池区域，这边呢，我就是给它放上一样哈，一些棕榈树，然后一些石头，还有一些铁树，就是一些热带风的植物，给它装饰一下，就整个布置一下。那我等一下呢，还会加上一些喷泉，就有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吧。就是这个水池呢，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比较休闲的，可以在这边稍微游个泳啊，然后放松一下的水池哈。所以一定要有就是适合的一些造景啊，这样才可以看着赏心悦目，对不对？那沿着我们的飘飘河呢，我也会放一些造景，但是呢，我不会给它全部铺满哈，就是会间隔一段的地方就有一块造景这样子，因为如果我整个铺满的话呢，这个水乐园进去应该会非常的卡。而且我觉得全部铺满的话，感觉就是也不是说那么美观呢，因为感觉有点失去主题的感觉哈。所以呢，我就是一段一段的放。我们飘飘河的周围就是一段一段的放造景，不是说整条都有。那没有造景的地方呢，我就是用石头给它盖过去，这样让懒人飘飘河有自己独立空间的感觉。那我影片的后面呢，还会放上就是我们在傍晚时分。沿着我们的飘飘河游整个水乐园一圈的影片哦。那接下来的部分呢，就是我继续给我们的棕榈泉沙滩区域加一些植物造景，加一些玫瑰、沙漠玫瑰进去布置一下。那一样，我们就是用了很多的石头。那石头的话呢，我就是用一般的石色，还有一些带有点红色的一些石头吧，比较有那种热带风情。那用了一些仙人掌，那一些花朵。这样去布置，那铁树一样用了很多的铁树，还有棕榈树啊。那棕榈树的话呢，我就是大棵的、小棵的我都有用。那这边就是我们懒人河的转角区域，基本上我们整个飘飘河的转角区域呢，我都有给它去做造景。
因为转角地方刚好有个三角区域嘛，所以说这地方放造景，我觉得是刚刚好的。那这边呢，我会放一些喷泉，这样经过的时候，还有一些清凉的水会洒下来，那感觉是还不错的哈。不过啊，其实我觉得模拟市民4里面呢、啊，就是它的建筑模式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，就是呢，它地基就是，同一个平面上呢，只要你一个地基提高了，全部都会跟着提高。如果说它地基可以就是这里提高，那里不要提高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，如果增加这个功能的话呢，真的可以盖出更多不一样的建筑诶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呢，想要提高这一块的地基啊，就加个平台什么的。但是，一加了呢，就全部东西都加了，对啊，这样就有点讨厌。好，那我这边就继续给我们的飘飘盒加一些石头的，小围墙吧，算围墙哈，稍微隔开一下啦。但是那个其实不会阻挡你的模拟市民啊，你的模拟市民还是可以直接无障碍的跳进去这个飘飘盒哈，就完全是，真的是可以当运输系统啦，因为它真的就是可以到达我们乐园中的每一个角落。对，那这边呢，我一样就是用了很多的植物，还有很多的仙人掌、芦荟，还有玫瑰，布置我们的周围的造景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水乐园名称叫绿洲水乐园嘛，所以呢，我用了很多的植物，用了很多的棕榈树，去把它营造出那种绿洲的感觉。那我这个棕榈泉沙滩的泳池区域呢，我也是用了大量的造景，去给它营造出那种有点就是。绿色植物洒下来那种阴影感觉和不会太热的感觉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你可以坐在旁边的休闲躺椅上晒晒太阳，然后如果觉得热的话，就可以马上跳进去这个水池里面泡一泡。那旁边呢，我们也放两个滑水道，就是一个是平面的，那一个呢是有那个鲨鱼头装饰的一个滑水道哈，就是有一点娱乐啦，不只是说就是可以游泳而已，还有点娱乐的效果。那这边布置我们的这些造景呢，是花掉蛮多时间的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都是在装饰和在装饰，然后放一些植栽去装饰一下我们这个泳池区域。那我觉得就是水乐园啊，它的造景装饰真的很重要诶，可以为这种平凡无奇的泳池带来就是更不一样的感觉哈。那我们前面的接待处这边呢，我不是之前有提到说我想要放一些烤肉的地方吗？所以我就放了一个烤肉架，然后还有一个垃圾桶，那还有一个洗手台。这样就可以烤肉喽。那这边呢，因为刚好有个空间，我一样也是放了一个小造景在这里。那这整个水乐园的造景呢，我都是用一样的主题，就是铁树、芦荟，那还有一些石头，那还有一些沙漠玫瑰来装饰吼，还有仙人掌。那这边呢，我就是稍微补一下我们这个接待处的草皮，让它更绿一点。那旁边呢，一样我的飘飘盒的三角区域，我就是给它用一样的造景。那这边楼梯下呢，我也给它挡起来吼，要不然就是楼梯下空空的。会显得有点奇怪啊，所以这边我就是给它挡起来，这样人才不会走到那里。好，那我们影片接下来的部分呢，也都是就是我给整个水乐园加造景、加植物、加装饰，那加一些灯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影片的介绍就到这里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建筑。如果喜欢，请帮忙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别忘记订阅接收最新消息哦。对了，最后面还有就是我们滑水道的一个模拟的影片，那还有我们在傍晚时分。沿着我们的飘飘河，有整个水乐园一圈的影片哦，感谢收看，拜拜。